还有点歌，有人还想唱什么？喜羊羊。算了吧，那我们去玩游戏吧。玩游戏。没有化妆，脸有点过敏。玩完了再唱一遍。看不出来吗？我这里贴了个痘痘贴。我唱一遍，谢谢巧克力。谢谢荧光棒。真的，一点都看不出来了，这样。行吧，谢谢荧光棒。这边好像光线有点怪。有的有的，反皮没有任何，没有任何的，谢谢奶茶，谢谢。大声不了我。手牵手，一路到。
连我妈都不唱了的歌。来，帮我点一首《易燃易爆炸》，有吗？有，《易燃易爆炸》。没有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唱了。有。然后我想你还有什么音乐？易燃易爆炸。对。怎么会有这样的综艺？谁选爱？二。我又没唱。我没唱。跳，跳，跳，歌。
我是黑，我是黑。你是黑，你是黑的呢？我这只手。
游戏里面可以吃东西。你管我干嘛？真是。我的眼镜，让我戴一下吧。啊，给我，这后面太短了，这边要不要？
在是纯属捡鱼。这个是谁的呀？我的。啊，这是麦当劳。哇，我也不想吃麦当劳。没有，好可爱。你们除了这些动物，一天到晚脑子里还有别的东西吗？我真的无语。你应该没有这么大的慌哈，大家那么细。你哥犯上了。那谁上？那谁？那谁？我们先吗？大侠是两个组合，哎呀，哎呀，给他一个麦，给他一个麦，给他一个麦，给他一个无限的麦。就是说，我们我觉得决定这个每一种哪一个先出场，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，因为后面可以总结前面的经验。所以我们每一组派一个嘉宾出去 take 一个，好的，我要选吧，我们这两组怎么样？听歌，小马出去听歌，对谁？对，对谁？对谁？对谁？不想看一下甲板跳绳。那你不错，我来一起跳绳。像没对，我没有下过那东西，但是我知道很痛。佩森，你去跟人家白袜子团吗？你们组跟谁啊？我的天！有陈宇之，还有谁？林克，还有谁？每一组吗？云姐吧。每一组吗？对，要四个人去，那我们再怎么猜？我们有几个？两个菜，然后再两个菜。那老虎，你要猜吗？来，你去第一道。哥，一道就是。我们派出我们同学替我猜丁克。然后第二道。你们俩猜输了，他今晚上。哎，那还有一组是哪一组？来，看，跟着云姐，跟云姐猜。云姐加油！打了蛋，要干嘛呀？赢的人吗？我也没懂这个，要干嘛？你是第一组对不对？好，你已经输了。那你选谁？你自己选。选第二组。选第二组，然后那剩下的人，再猜。云姐跟那个小贝，小贝猜。剪刀石头布。他第二。小贝跟马一鸣猜。看吧。
前面怎么来？有没有不参加吧？气候原因应该是。那球员多可以多拿一点出来，我觉得。也不是说突然，他本来这几天的确也休息了，然后又还行，就是感觉他。之前手不能跳是吗？可以吗？我觉得也还好。我要赚的。还好。对，怎么还来呀？这还好呀。衣服，什么衣服？你会跟谁一组啊？你会跟我一组。对，我今天白天还吃了那药，晚上睡之前再吃，应该明天会好一点。目前我带来的是杨姐，看看别人怎么玩。你们想看，我们可以去，或者去别的地方。完了，我要去试一下，感觉好痛。输了才知道是有全景啊，有全景的。我要不再去，是有袜子吗？我要不再去穿两双袜子。你有厚袜子吗？只能穿几双了。我去感受一下，我去感受，去感受。二十个，放弃，因为没票了。哦，对，我要吃饭。现在吗？现在在玩游戏。已经第三组了。
吓死我！我想要用苹果。那可以给你，送给你，你有屁股的苹果。我想要压马。我觉得我可以跳绳，你跳绳可以吗？感觉最后一个我有时候会走得太快的话，应该会掉。你要是跳绳不行，就我也可以第三个，我也可以跳绳最后一个。对，你有屁股送给他。那个袋子是绑在腰间的那个斗，能看到我吗？对，我怕我走得太快，到时候走是走很快，但是那玩意儿掉下来。没咋地。我也不知道输了怎么惩罚。你在开玩笑吗？单手抄。那请问还有神的另一边在哪？没关系。你们去对神和那个的。有虫了，伤了。那神在哪？在桌子上。白色。天哪！我一开始以为那个气啊，不是气球，那个像乒乓球的是那个拿乒乓。去借双袜子，穿别人的袜子，穿别人的袜子，开平是吧？有汗。我就叫沐浴露啊。谢谢你，汪汪。
MYL 嘛，我叫哥斯拉，什么哥斯拉？哥斯拉。谁有袜子借我一双？哥斯拉。我去走那个吗？你看你是走哪个？什么换了一个什么？之前那个什么不好？那个是线的，不太好跳。啊，我叫太帅了。那太帅了，暖死我了。是非常卡，没有所以我现在用了自己的图，自己的网。最快的三个小妹。最快的是吗？拭目以待了。你们有黄如这个就已经。滚！别紧张。我是不是卡了？黄如还不。我刚刚也卡住了，我用了自己的网。吃骨头吧，你别吃了，你们别吃了，你们这怎么办？我觉得还是段奕璇第一个动作会比较好。黄蓉，你刚看到段奕璇的动作了吗？没有，现在没看到。他是这样，你腰好吗？他是扭腰，扭腰，吓死我了！甩腿，这样扭腰吗？不是，他是直接这样子撑地，这样子甩的。发现了，好像其他的站着好像都不太行。太年轻了，还是太年轻了。我突然觉得我没有舞台。快！甩掉。让我们看陈大舅笨蛋成什么样。哇！让我们看陈大舅笨蛋成什么样。还好我借了袜子，对。Hello，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云姐正在这个叫啥呢？铺砖，对，这叫铺砖。让我来试试把云姐拍成1.5米。让我来把云姐拍成1.5米。1.5米，1.5米，1.7米，这是1.7米的云姐。好了，还是看1.5米吧。
癫狂。现在看到的是前方的云姐正在做准备，她正在做准备。哦，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十五十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，十一 ，OK OK。云姐太棒了，钢铁神脚。钢铁神脚，哦，我的手，换一只手。好了，我先回去吧，好痛啊，好痛，但是还是可以坚持。手是没什么，脚是真痛，让我缓一下。一半算一样，太多了，宝贝。就是我们总共三个人可以选两样，对吧？对对。
是我的话就选一杯喝的，然后选对一杯喝的，我们拿一个可乐，然后拿一个那个一杯喝的，一个吃的，这里面有什么？这是全是翅，这个有就是鸡块和翅。但是怎么只有六个？这个算一个，这个的话要一半算一个。啊，行，那这是什么？这个是薯角，啊，这个是麦乐鸡，啊，这个呢？这个是拿这个吧，这个也要一半算一个。那我们就拿这个吧。这个我们第一名哎，你们第一名，对啊，已经给你两个了，还想怎样？是吧？我们拿过去，对，拿一个。啊，不行，我象征性的拿几个出来，不然别人我。啊，好吧，那这样就给你吧。啊，差不多。啊，给你吧，好好好。拿个鸡翅吧，不然我们三个人不好分。好，OK， 你们再拿个纸。好，拿个纸行吗？纸也算一样，纸也算一样。那我本来还想擦一下那个叫什么来着？没有吸管吗？他就是没有吸管的，对对。第二名过来。要拿酱吗？拿一锅酱吧。拿个甜辣酱。你们有人吃这个吗？可以啊，吃两个。拿个甜辣酱。黑心红椒。我现在，哎，你的是横屏的。我本来还想拿张纸擦擦鼻涕的，现在我这个纸拿在手上，我也不知道我应该要干嘛。在热吗？啊，在热。这边没有纸吧？好像这边纸。滚开！我最好的一种。只要我们有一儿童纸，就有一儿童纸。来点嘛。干嘛呢？想拿酒。他在洗头。哎呀，他在洗头。滚开！哎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哈哈，云姐，云姐，我们只有三个机会，我们只有，云姐，云姐，给个嘛，你这撒娇根本，云姐根本不吃这套，云姐，你最好了，我不是，我现在手上只有这个东西，有种的，只有这个东西，云，其他东西全不在我手上，好好抢，他在，他在，看到了，云姐，给一个嘛，云姐，你要减肥，减肥，减肥。走吧，我先回去。我们要吃了，有人羡慕一下我们。那我先回去。怎么还有碗呢？这样可以分可乐呀。啊，我可以分巧克力吗？谁要喝？假不是假的，背后都受空，拿不出来。拿一个吃的，实在受不了，实在受不了，先拿个吃的再说。来，我也想吃云姐，吃吧。喜欢这种吃的，我们先吃一会儿吧。好烫，太烫了。喝口可乐。好没好吗？好了，
雪。然后这个还有球那东西吗？姐姐觉得是不是吸引？吸引光吗？对，虽然他们说还是没有全景。要爆炸！要爆炸！要爆炸了！完了，我手机没电了。要爆炸！谁的手机还撑得过这么长时间？没有，没有化妆，谢谢玫瑰花。可以不申请玩那个机器球吗？我不太行，我好像从来都没有挤过。我也没有玩，很难挤机器球。这种的吗？谢谢玫瑰花。来吗？来，我现在开始抽签，选人了。好，两个两个人啊。还有就是卢欣怡，卢欣怡跟谁？那这样我们来猜一猜，卢欣怡。一颗。卢欣怡跟一颗加挤球。然后黄恩如跟被楚涵哎挤气球，笑啥笑笑啥？然后严明君跟赵天阳怎么又是那个？哈哈哈哈哈！你觉得合适吗？刘真燕跟沈小爱挤气球。好烂！有病的，有病的！
就算把你背出来也紧不抱你这个体重。哎，这样的，我们用两只脚这样的。又不是直接往地上踩。用屁股呢？也不行吧。这根本就不可能啊！直播间送十个用爱发电就行了。我们是猛男硬妹族，我们要没有人在。
我要去拿外卖去吃晚饭。对，我的外卖还放着呢，早冷掉了，不然。明天我应该是直播唱歌，我弄好了。就是上昨天是因为没有声音就没办法唱。明天再正常直播吧。今天主要就是玩游戏。好，再见各位。